随着沙巴人民联盟正式表态加入由首相兼西盟主席纳杜斯里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之后，西盟也正式宣布力挺沙民盟主席纳杜斯里哈芝芝继续担任沙巴首长，直到任期届满。西盟成员党沙巴民同党后任主席纳杜伊温贝尼迪发文告，欢迎沙民盟支持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沙巴西盟众议员将力挺哈芝芝，一直到2025年任期结束，携手合作发展沙巴，共同捍卫沙巴权利。伊温强调，不希望政治局势影响政府稳定，沙巴可以仿效联邦的做法，组建团结政府。双方关系好转之后，哈芝芝承诺，州政府明年起将在地方行动委员会以及土地使用委员会上纳入西盟议员。